胖胖，一大早上你去哪儿了？我找半天都找不到你人。我去收菜了呀。这么多菜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吃得完啊？这给小猪吃的。怎么你也要吃啊？你是小猪吗？啊，你这又是在干啥呀？这怎么用那个切割机把那个菜打碎？等一下，只做粉而已。哇塞，现在都用上机器了。我一个女孩子，不用点机器，怎么忙得过来呀？这都惨光，你帮我把那个盐递过来。好，煮猪食也要放调料吗？要不再来点酱油啥的，说不定更好吃啊。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搞笑的？给猪吃，简单加点盐就行了。猪又不像你，嘴巴那么刁。切，我可比猪好养。你叫猪为什么一定要横呢？就不能抡抡抡吗？抡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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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我这抡，看我打你啊！啊，跑跑，猪都把脚踩进食槽里了。没事儿，这很正常。啊，那吃起来不会有脚气吗？你又不吃，猪都不介意，你着啥急？为啥不在意啊？为啥猪这么不讲卫生？为啥用脚踩过了还可以这么香？你为啥话那么多啊？哎呀！